父亲，感谢您多年来的养育之恩，今天就让我最后再叫您一声父亲吧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在姨娘心中，您永远是我的母亲。这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，祖母随时等着你。以后我和她就不是兄妹了。可就算我们不是亲兄妹，我也依然会在你的身边保护你。在这世上，身为女子也可以自强自立，凭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。这新店开业嘛，客人少一点也能理解吧。你那是人少吗？现在一个人都没有。侯爷，如今此事已经在京城传开了。你有什么端地？那七姑娘就是你的亲骨肉啊！这么多年无声无息，突然冒出来了。